OHMYGIRL 计划4月回归，具体日期有待确定。BNT 新闻讯，韩国女团 OHMYGIRL 将于4月携新曲回归。WM 娱乐方面5日向媒体表示， OHMYGIRL 计划于4月回归，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。成员们正在努力准备，敬请期待。OHMYGIRL 于1月凭借歌曲《秘密庭院》获得了超高人气，迎来了出道后的全盛期。2月末结束打歌活动的他们，能否在4月再次通过新曲继续大势热潮，引发大众期待？另外，OHMYGIRL 最近除音乐节目外，还出演了《秘密庭院》、《Sugar Man》等综艺节目，展开了活跃活动。王荣文，BNT 新闻 DB 图。